我是许丽娟，英文名字 Joanne 许。今天很高兴能够代表我们中英学校，ACCCM 中英学校 welcome 所有的 students 和 parents and families， and 谢谢大家，各位家长同学，全体师生员工，大家好，很高兴今天能在这里见到每一位。我相信我们在座的同学和老师和每一个家庭都过了一个 very busy 和fun filled summer。 今天是我们开学的第一天，想利用一下简短的时间来介绍我们中文学校，也 extend a welcome to every families and students。 在座的我们有讲中文的，讲英文的，我也看到很多我们讲英文的 family joining us， it's especially encouraging for me because we are open to our communities and we welcome to everybody. Doesn't matter what background you have and we welcome you here. 我是今年的新任校长，名字叫许丽娟。我在这里先得感谢我们前任校长彭红，我不知道他在这里。他给了我很多很多的帮助。一个暑假，我们很多的老师和同工都在一起努力，把我们这个开学的准备工作能够做得尽善尽美。在开学之前，我想请大家给这些同工和这些老师在暑假当中默默无闻地付上很多时间和精力，给他们以热情的掌声鼓励。
ACCCN 我们中文学校成立有一段时间了，那个我们在每一年当中我们都学到很多东西，很多家长也给了我们很好的反馈意见。我们在这里有一个目标，我们这个目标就是希望能够传扬我们中国文化5000年的文化，悠久文化，也希望能够在这里能够开启我们孩子们的智慧，以及拓宽他们的知识面。其实现在在这个 global economic 这个state， 我们更需要我们的孩子能够有中西文化兼并，特别是在中文这方面。我们希望我们这个学校能够帮助我们孩子们了解中国传统的文化和礼仪，也能够起到一个我们能够起到一个桥梁的作用，在中国、美国和中国及全世界方面的文化交流起到一个桥梁的作用。更注重的，我们是在这里培养一个孩子多方面的成长、品学兼优的人才，这是我们一个办学的宗旨。那我们下面介绍一下我们的课程。我们今年设置的课程是有很多，基本上我们以中文简体为主。Simplified Chinese， 从拼音班开始，我们用的教材是中国暨南大学的一套完整的中文教材，从拼音班，从简体一班到简体九班，我们都有开课。然后我们也有 Traditional Chinese， 繁体，我们繁体是有两个班，是繁体三班和繁体五班，用的是华语第三册和生活华语第五册。因为我们现在有这个还是有这个繁体班的需求，所以我们继续 support 我们这个繁体的教学。那我们今年也会新开设两门新的课程，是适应我们整个 community 的需求。我们有很多非亚裔 background 的 family 来到我们教会，很希望看到他能够有找到他们对他们孩子适合的 program，包括对父母适合的 program。 所以我今天也很高兴在这里 announce 我们会新开两个新的课程，一个是儿童对话班 Children Conversation， 运用的是快乐时光儿童话语的教材，另外一个成人对话班 Adult Conversation 是500字说汉语。我们这两个班